去外面。直播怎么了？笑死！就有一个走过去说：“哎，我操，这直播怎么扯？”傻逼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一个 SP， 是不是？还在那笑我。也是曲折。有病吗？因为就是大家很嫉妒啊，然后就是毕竟我到了一定的位置或者是什么的，有太多人会看不惯嘛，这个也是很正常的，所以就是放宽心嘛，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。所以我现在要戴上皇冠，是不是？我呢也会更努力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、更优秀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啊？你不要开乱开玩笑吧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是路人。真的是醉了，有毛病。我觉得不认识开这种玩笑，我是不喜欢的。啊，我没有，我老婆，这是。别开玩笑。这谁？没有，心里的老婆。他是不是占我便宜？记住他的样子，大家快点。人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没有没有。我不认啊，这个名号我不认。啊，心里的老婆，给我那个。心里的老婆，好好好。女神。啊，对。就是，你看。谢谢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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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